向前转换是大拇指还是脚掌？OK， 这也是来到了我们粉丝的一个问题，我们会经常会问到我们的向前的抑制部，也就是向前的 check。 那我们的后脚到底结束是结束在脚趾还是结束在脚掌，这是也是很多人经常会问的问题。那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当我们的身体开始进入到 check 这个舞步，就是抑制部的时候，那我们就重心首先是半重心，那我们的脚的后脚的脚法会从脚掌然后转换到脚趾，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快速到位。It's a cha cha one, it's like a check。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我们的 check 然后更好的内在的要求做出来。那我们的 check 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check 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我们身体运动的方向，我本来是向前的，但通过抑制部然后让它变成向后，所以它是一个半重心的转换动作。那所以我们的脚的使用的脚法应该是从脚掌然后到脚趾然后转换过来。 It's like cha cha one, it's two and three, it's cha cha one. OK, 非常清楚的脚的使用方法。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非常非常在舞蹈当中不容易被别人发现的一些小的细节要多多的思考，多多的